大家好，这哥，好多那个网友和粉丝啊都知道是吧，这个我父亲呢做了一个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的开放性手术，然后我跟着就是在医院照顾了10天整，然后是1月1号出的院啊，2023年1月1号出的院。这期间呢有好多全国的网友呢有这方面疾病的人，或者说有这个腰疼的人是吧，挺关心我父亲的这个恢复情况的。然后今天呢是整整3个月了，然后他是在北京的北医三院做的啊，有一个齐教授给做的，做完之后呢效果挺好的，然后正好满3个月了。北医三院是3个月复查一次啊，出院之后半年复查一次，然后1年复查一次，3个月是最为关键的，3个月到半年这个头2次复查。然后今天呢我抽出1天时间陪着老爸上医院啊，就是好像也不用挂号，直接去那骨科那个2层那儿，让那个大夫看看恢复的怎么样，是吧？各种功能啊，是吧？咱们不太专业啊，到那儿以后让那个专业的教授啊给看一看。然后呢，这齐教授那个做完之后呢，我父亲非常满意啊。我父亲感觉反正走路现在能走1万步，然后打水呀、起床啊，就是。咱们那个人起居生活自理方面的事儿自己都能做了啊。以前是走路走100米得歇个20-30气儿吧，就是走几十米得歇个几气儿。从楼上到楼下去充个电恨不得都得停个5趟才能到地儿。这回现在是任何那种症状都没有了，什么麻呀、木啊，是吧，抬不起来腿呀，这点我还挺高兴。然后老爸呢那意思为了感谢这个教授给他做这手术成功啊，让我给做了一个锦旗。啊，锦旗也到了，然后我今天拿着锦旗带着老爸去北医三院复查啊，也仅供这个网友们参考是吧，我老爸是现在已经满3个月了啊，第一次复查，走着去接老爸。到家了。妈，爸，怎么样？倍儿棒了最近。对，没事，状态超好。穿的还挺立正哎。行，走，带您复查去，啊，我那意思不着急，知道吧？哎，不着急，太早去干嘛呀？咱复查到那儿也不用挂号，是吧？不用挂号，直接去就看，直接就瞧，哎，直接瞧。3个月复查，对，穿上西服，挺好。你得瞧了。肯定能找，人家万一要做手术呢？对吧？手术室人在手术室，你别打扰人家是吧？医保卡、身份证是吧？你以前的片子都拿出来了。掉了，你扔了。到时候把东西，那不是。你看着，那不是，那挂，你瞅去。啊？好啊，啊？是吧？对。医术精湛。医德高尚，赠北医三院齐强教授，是吧？可以，够意思，还够意思，挺好是吧？没事，是新的，没事。那个是袋儿，两边一对称，然后挂墙上。对。如果看到齐强教授，然后就跟他那个合个影。哎，这样不行，这哪里？如果人家不在的话，或者我跟我爸去病房打一下。虽然要不手术，你就找什么的，真的跟人换啊，是那手术没问题，人特别亲热，特别耐心，特别亲热。那好的，咱就接手就这。啊，接手就是。关键我爸的那个认可，他做得好。是啊，对对。我这个是不是人家？对。你说我妈我爸都是齐强做的。对，都是您做的，感谢你。行，马上出发。穿的厚，那不成厚。行，您遛弯去。还挺漂亮，自己买的。这好多少年了？是吗？是自己买的吗？是啊。我一看不是我媳妇买的没，还得会买。去玩去吧。带着老爸啊，上北医三院复查去啊，3个月，第一次复查。你要觉得那个累，我把这个往后给你压。不用，真的不用，不用最大就行了。疼的感觉有吗？没有吧？没有。坐疼都可以了是吧？对，随便坐，坐什么车都行。是吗？麻的感觉还有吗？没有，木没有，都没有是吧？没有，全没了。那就行，那就行，不麻就行了。对，但是也得让人教授看看，人教授知道您那伤口长得怎么样啊？对，功能性恢复怎么样是吧？对，到时候让人好好看看。走着，对。
到地儿了，车已经停好了，这比以前走路强百倍呀！这看得出来是有病的人吗？挺好。走，咱俩停那儿。对，对面就是啊。这位走路没事了是吧？对，要不然挺直的，不疼是吧？坐这一道儿一个小时累吗？有点发板是吧？就是不疼是吧？那就行，那就行。好的，我们又到地儿了。上次来是冬天，这次已经是春暖花开了。走，老伴儿。这医院的人巨多，太多了，比之前您住院的时候人多好几倍是吧？对。走，给老爸查了两项 X 光，一个是腰椎，一个是胸椎是吧？是吧？四个肉，两个椎体都查完了，现在一会儿等着让医生看一眼有没有事儿啊。然后走就直接走，没事啊，没事，走就那个没问题。哪条腿麻都上好了？没有感觉了，没疼没麻过。然后我父亲这个三个月了，这腰带可不可以脱下来了？要解了是吧？大夫能看你片子疼吗？大家好，瑞哥，是吧？非常高兴啊，跟大伙儿说一下啊，今天是带我老爸检查的啊，就是复查的第一次，是吧？对，三个月，今天是第一次复查，检查结果出来了啊。胸椎的正位是吧？对。腰椎的侧位，两个片子拍完了，然后这个复查的医生跟我爸说了，特别的漂亮，手术做的。对。然后问我老爹啊，什么腿麻呀、腿木啊、抬不抬那腿呀、啊，各种那种症状吗？没有。我老爹全没有，跟正常人一模一样。对。然后去的周边的患者是吧？对。说您。这不像做手术的人呀，都说您那个恢复特别好。对，他们有人做完了，还真有的那个恢复不好，不管是疼啊，对，是吧？假如说左腿做完了的，左腿没有知觉，那个什么了，好了，右腿出现疼痛感觉了，就各种那个形式的翻身疼。对，那哪叔叔也是，是吧？都有翻身疼什么的。但是我老爹所有症状都没有了，特别健康。然后这不是那个三个月第一次复查吗？然后把那锦旗交给这个医生了是吧？医生让护士转交给齐主任。对啊，然后也感谢这个齐主任给我父亲看的这个病，然后做的手术特别成功，也感谢这所有护士一直照顾我父亲啊。然后这个大夫说了，再过三个月是吧？对，七月份左近的时候，我继续再带您来。半年，对。对，半年再查一次，然后一年查一次就没事了。如果你要再不疼，什么症状都没有，然后我老爹那意思，半年的时候都不用照核磁。有疼痛感才照核磁呢，您这都没有那感觉，没有是吧？说您这手术做得特别漂亮，回家把这腰带解了。对，腰带还解了，别把那肌肉长死了是吧？长活了，然后让您少提了重物，别干累活就行了啊。行了，要有那条件可以多游游泳。我老爹说上野外游泳，我说那哪行？给您弄一个游泳卡，给您办一个，要不然。没事，我这样。要我五一儿飞，要我五一带您是那哪儿温泉？我游会儿去。我一儿飞闹的，一儿飞简直每天每做一儿飞。老爸这手术啊特别成功啊，第一次复查也特别成功啊。好了，拜拜，听网友说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挺好的，挺好的，做的挺好。媳妇发来贺电，恭喜老爸恢复成功。到家喽，把老爸安静给送到家了啊。复查结果那个大夫说非常完美，手术做的非常完美，就是那意思一点症状都没有。是不老爸？是这样说的吧？这仨月啊，那个恢复的功劳啊，对，我老爸把腰带已经解了，然后这三个月的恢复功劳啊，80%都是我老妈的功劳，我也就占20%。对，您得好好谢我妈啊。到时候亲我妈一下吧。行，那我走了啊。你们俩在那什么，好好那个保养着啊。今儿去这一天多累，要早上去回来上午睡个觉不来劲儿。爬半天树的。是的。我也累。爬半天了。根本就累。不是。累心。你跟家这个洗。我花怕什么呢？你跟家洗完澡也舒服，不一样。行，那我走了。不怕得了，我走了啊。不是老妈。你要跟伙伴遛弯的是吗？我早晨带我爸去复查去，我看您穿的不是这身衣服，又换一身。
整了一个时装秀。这个桌子是可别买了。行，可别让，得不让他妈买了。是吗？别给你买了。你说我还没买了。我说我媳妇说还要给你买呢没？得了呗，行，那我走了。那我走了。行，好好照顾身体啊。行，好，拜拜。